大人，他们在前面呢。 也想踏青，你不介意我们一起出城吧？不介意，人多热闹。也不知道你出了什么歪主意，北边都开战了，宫里居然同意我和你出城踏青。越是激战的时候，越要纨绔，这样让敌人看了才更显示我们必胜的信心。歪理！你多出来走走，对身体也有好处啊。随便你说呗。 随便我说，我想你了。要是能早点成亲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每天在一起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换辆马车，你们自便吧。 小姐，你怎么能单独出来让小姐跟那个再待下去？我就要吐了。你受得了，你再说。你能不能轻点儿？你这不是你这个母夜叉，你把我搁藏哪儿去了？范若小姐，某些人在郡主马车里耍无赖，我着实不方便再待下去了。若不介意的话，我就与你一同前去吧。 过来坐吧，姐。你怎么能让他跟咱们组同一辆马车？你保护我，你可得保护我，姐。奸计得逞，开心了？都是肺腑之言。 怎么还不走啊？还有一个人。大宝，婉儿，我约的。大宝，你快过来。我就在这儿。 爹说了，说要多让小贤贤跟婉儿在一起。好样的，就你最懂事儿。大宝，乖乖在车里坐着，咱们出城踏青去。小贤贤，你可真会玩。你别叫我小贤贤。好的。小贤贤。